要慢慢的把它扳直，记得啊，要慢一点啊，不要说一下子去折它。这是我的心情。把这线路照出来，这些线路，然后再打一下，看它平不平整。啊，平整的，不管它。把这些擦干净，先测试一下它正不正常，正常我们再贴胶本压，压的话压到这里都行。三头骂排线没拿，如果这是新排线，尽量的擦一下，它可能上面有层油墨，拿顶通擦拭一下，直接对。对准了，直接压到排线上。然后测试这个平台好。这是正常的，我们在。你可以测一下触摸，触不触得到？看这里，没有，触得到吧？触摸就正常了，正常我们。